还没睡呢，这么晚了才吃饭。 对不起，没关系。盛夏，我真的给忘了，我忘的一干二净。没关系，我说了没关系。我一个人吃饭挺好的。再说了，你说是让你请我吃饭，我一个人吃特别快乐，我不需要你陪我吃饭。 这儿有两张话剧票，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。其实是胖大海的，他明天有事儿，所以就给我了。你要是明天晚上有空的话，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，我对这名儿倒挺感兴趣的。明天下午，我跟顾小曼陪淘淘去参加一个亲子活动，晚上就没事儿了，可以去。 那你别忘了啊！不会，保证，这次一定不会忘。我主要是怕这个票给浪费了。明白。盛夏，你给淘淘做人偶，又请我看话剧，其实我心里很感动，只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。那你这一直跪着吗？主要是我没换拖鞋。换去。非要换吗？非要换。 你觉得是换拖鞋好，还是一直在这跪着好？讨厌！你晚上有事儿？啊，有点。约了盛夏吧。 哇，你真棒！行了，淘淘，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再玩会儿吧。今天说好了要去姨姥姥家吃饭的，你忘了？走吧。再玩一会儿吧，我已经得了4颗球了。再得1颗就能换一个大房子了。什么大房子？就是木头房子呀，到时候我们全家都能住一块儿了。什么全家都能住一起？那只是一个玩具木屋而已。行了，走吧，爸爸还有事儿呢。 这样吧，淘淘，那咱们宿舍数据，爸爸妈妈帮你一块儿找，找第5颗球，我们都有地图，分头行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快。 哦，哟，今天是不是约会去啊？没有啊。嗯，嗯，你没香水了？没有。我换衣服去了，好香。
是太高兴了。你光顾着高兴了，去玉老家的事儿都晚了。那改天吧。哎，你的事儿也耽误了吧？没关系，我出去打个电话就可以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过来了，演出早就开始了，等你过来就散场了，就这样。